周日的语文课大家都复习过之前学的内容了吧？请大家拿起课本回忆一下 FBX 老师之前带我们学过的锲而不舍、振宇向前、反躬自省、同舟共济等一系列主题较为沉重的课程，也要重温一下积厚成器、百折不回等为数不多但积极向上的课题。万岁顺口溜，那是靠言啊。但无论在周日 FBX 对阵 OMG 的课堂上，我们学到了怎样的成语，背后的原因都令全球变暖。毕竟炽烈的火不熄灭。山鸡选用到龙女之后的数据，没输过，这赛季玩了三把，百分百胜率，嗯，成伤跟伤害占比都很夸张。上了到达六级，一波直接上来吐你一口痰。先锋冻到只剩两千点血，可能被打，要帮忙打工了。盲僧拿到这个先锋 ，Care 进来想要击杀阿奇，阿奇的通完天灵直接是做位移先走了，如来神掌拍墙，龙女这条先被秒了。阿奇这位置有闪现，交闪往后拉，但 Cream 这里有闪，感觉不慌，还挺不错的。龙女扑过来想要吸收他伤害，但有点跑不了了。主要还是第一时间正面是一个三打二的局面。对。而且桑贝的这个怒气也是恰到好处，刚好这种爆发型伤害的英雄，压了一下 Kale 的血量，这个时间点，哎，找到了一波机会，直接回旋踢，并且 Q 键挂到 Cream， 感觉闪现也不想交了，知道交闪也要死，下路小航被逮到了，其实救难是复活不了的，但中路镀层吃爽了呀，吃了四层。肯利的这位置有点小危险，龙女包过来了，但是龙女没有控制 ，Q 龙女做个位移，扑上来直接开疾走粘住肯利的。身上有眼吗？肯利的没眼的话，感觉要交代了呀，那没办法，小龙一控就能拖了呀，这一把，至少能拖到维克托跟金克斯成型，然后到时候打团。小航这波感觉有点迷路。是的，其实，在他们的视角，河道是没有视野的，没有红色方的眼。Q 配合的不是很好啊，这波 Q 到感觉能打小五一个闪，起码。哎，龙女扑过来，但这波 Summit 打个三环有闪现，感觉没有压力，毕竟不太好留人。再吐一口。没什么控制，特别是中路掉了吧，感觉对于 OMG 来说比较难受。还是中路那波。就等会双人组站中路，就可能会一直被对面开。对。这波想留人，拿到先锋了，但是先锋不太好捡，摸眼上来其实救难给到，但活不了，有一个火箭围绕着中路双人组来做事了，下路是控了下兵线的，就你人不在塔旁边其实是吃不到那个塔的钱。这波主要山鸡也在上路带线，对，山鸡有 TP 但是没有打算来，嗯，啊，小五先手敢勾 care， 这波小五自己不太好走了呀，二段 R 技能过来 ，Q 技能收掉了小五，蓝色方交 TP 龙女的 T， 闪现现在有点定住 Kali 的 ，Care 这位置应该跑不了了。那一换一 ，Kali 的一个 R 闪踢回去 Aki 死血被 Summit 给点死了。这波还在想留人吗？过来拍，来看一下这波回放，就第一时间其实只有两个人在。但阿卡丽太灵活了，防怕野辅就在附近。Cream 也是没蓝的一个状态，两边第一时间都算是三 v 三吧，但防 pass 很明显，第一波这种爆发更长一点。是的，
阿 K 这里闪现过去想收头，看了一下 OMG 想尝试一下也没有问题，但确实方法。Summit 赶紧找找眼，攒攒怒气。是小奶油想在特意先消耗一下龙，还有多少血量？奎姆直接选择一波进场，蓝桑完已经拿下了这一波大龙。看一下后续这波灵尾箱被山鸡这里给粘住了，但是正面阿 K 已经倒了，正常被分割成了两部分。狂风向前，想要先击杀掉山鸡，山鸡确实是挺肉的，顶不住对面三阵的伤害啊！是的，哇，这波方 pass 上中野直接把对面后排给切了。那这个大龙方 pass 感觉可以收入囊中了呀，阿 K 刚复活有点赶不及，只剩下 Cream， Cream 有点打不过 Summit 的，有一个智慧默认的 Summit， 是龙 run 的非常的快，感觉 Cream 也没办法呀，吃个线走了算了。来看一下这波回放 ，OMG 注意力全在这张小龙上，然后 Care 跟 Summit 的一波进场，切到 Able 了。对，哇 ，Care 这波伤害拉满，虽然说 Able 还第一时间交进化，后面又交闪，但没有操作的空间。这就是 A 位领先2000，双 C 的话差个1000左右。回旋踢，踢回来一个小五，这位置走不掉了。想攻林伟翔的两把武器挺不错的，这波打团很猛。哎，山鸡这个位置有一点尴尬，直接被拍回去了。纳尔马上变小，直接拍回来。KO 在绕，这个位置感觉 Able 非常的危险。看一下正面想先打旁 ，KO 这里已经绕进来了，吃到了一波大招，一脚直接踹过来，扣子已经先倒。OMG 阵型的能力太强了，林伟翔从后操作，狂风在后先拉一段身位。可以的，朝远距离摸上去感觉有一点踢不回来，先交一个金身，但是这波Summit直接拍回来，拍三个闪现蓝盾减速 ，Cream 这位置被粘住了，走不掉，最后是李伟翔补上了伤害，帮助Summit拿到了一波三杀。那兵线来帮 Pass 可以一波了呀，恭喜帮 Pass 先杀一城。是的，哇，这波翔哥也出想点子了，确实把对面给拉扯到了，帮帕斯其他人一拥而上，直接一波，完全没想到在这个角度会出现一个 AD 过来切自己。对，主要他身上枪也是刚刚好，当时有营业罪名吗？对，1000块，但是意义已经不大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恭喜方帕斯。